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月，又和大家见面啦。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怎么样，我反正是很开心的。每次更新完视频都能看到你们在评论中鼓励小月，我真的超感动。虽然小月现在玩的不是很好，但是有你们的陪伴，相信我很快就能重建家园的。哎，对面有两个苦力怕，小月，僵尸我暂时还打不过，但是打你还是小意思的。哎，不好，有蜘蛛，快跑！不，哎，不要把你肮脏的脚伸过来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，还敢破坏我的小树苗，我跟你拼了！做蜘蛛要善良，大家都是生命，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呢？你们俩是怎么回事？还不赶紧走开？还对等我教训你们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如愿以偿。哎呀，打累了，吃个苹果歇一歇，打架太消耗体力了。好啦，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决战到天亮了。不慌不慌，让我先造一个石镐，造好了去找僵尸 PK 吧。啊嘞嘞，有蜘蛛，哎，溜了溜了。蜘蛛大哥，属下留情，打我可以，不要绑我的小树苗啊。哎，我的可怜的小树苗又一次被毁了，我都这么可怜了，蜘蛛大哥居然还不肯放过我，怕了你了，我躲还不成吗？你要跟我去哪里啊？哎，求求你别追了。呀，掉下去了，输了让你别追吧，偏偏不听。哎，对面还有那么多蜘蛛啊，真是愁死个人啊。不管他了，我还是先把自己的活干好吧。我先用熔炉造块石头出来，然后再造一点木炭，等一会儿应该能造好吧。先去采点原石，打发打发时间吧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接着去开拓疆土了。哎，居然还有一只大蜘蛛。今天一定要跟你决一雌雄，虽然决不决我都是雌的，但是你的死期就快到了。冲呀，大蜘蛛和我到底谁能活下来？我给自己压个五毛，你们压谁呢？预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あのねトラブルで工事が遅れてるの、命的なミスをしちゃってね。何事も